王妃。李侍卫。红袖。你看到王妃了吗？王妃刚刚出去了，说是找渣男做了断。又是渣男。我知道了。好一通找。你为什么突然对我生气啊？我想来想去，难道是因为我那天昏迷之后说了胡话，惹你不高兴了？胡话？你认为那是胡话？看来真的是这样了。对不起啊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你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就给我道歉。不管我说了什么，总之惹你不高兴，那就是我做错了。我给你道歉。哎呦，你昨天晚上昏迷了之后拉起了我的手，你说什么你不记得了？我还拉了你的手啊。我拉着你，我说了什么？你说了这个。是什么？这个是喜欢。昨天你说你喜欢我，你记不记得？我喜欢你。那我问你，你说的话还算不算数了？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我愿意啊。无论以后遇到什么艰难险阻，你也不会轻易放弃。我绝不负你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以后再敢欺我骗我，我定不会饶你。好。